感知中国力量，军事纪实。他们现在有多高呀？4300左右了嘛。待会儿我们要去的呢，一号接班，好吧，都上5000了嘞。这是吴杰琼来到普兰边防连的第三天，现在他的身份是一名军嫂。坐在他身旁的是边防连代职副连长刘晓东。终于要跟他一起走上边防线了，蓝天、白云、雪山，还有光秃秃的土地，在我们的视野中无尽延伸。雪域边关的一切都在吸引着我，诱惑着我，使我情不自禁地向他靠近。丫头经常说她想当兵，她想陪我站岗巡逻。昨天在普兰边防连，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热闹的婚礼，她正式成为了一名边防军嫂。我想是时候帮她实现这个愿望。这里是阿里地区的南部，喜马拉雅山西部。早晨9点出发，这一天普兰边防连官兵们巡逻的目的地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线上的一号界碑，那里的海拔高度是5300米。现在走着吗？可以到那个山吗？我们现在就在往一号界碑走了嘛，待会儿就让你真正感受一下边防军人在这边是咋巡逻的。过去巡逻出发前，刘晓东偶尔也会给吴杰琼打电话，告诉他不要担心。但由于地处偏远，山里没有信号，电话常常是刚一接通就断了。而电话的另一端，吴杰琼就会因此而担心一整天。去看看刘晓东走过的巡逻路，这是吴杰琼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从连队去往一号界碑，需要先坐30多公里的车，然后再徒步往上登山。但谁都没想到，只是坐了一会儿车，吴杰琼就有点撑不住了。你怎么了？啊？不是有点晕车吗？晕车吗？对。有点难受了是吧？啊。这跟前一下就晕了，看一下天啊，看一下那边雪山啊，是不是？那肯定就好一点，好吧？啊？实际上，吴杰琼想参加巡逻，也正合了刘晓东的心意。在边防军人的心里，无比壮阔的边境线是最美的。把自己心爱的人带上来看看，这是刘晓东很想做的一件事。然而刘晓东没有想到吴杰琼的晕车反应越来越严重。看到丫头难受的样子，我真的很心疼，毕竟她才来到阿里一个多月，各方面还没有完全适应，巡逻路漫长而艰辛，我干嘛要带他来受这个罪呢？我知道他心疼我，不想让我再跟着走下去，但我就是想去走那些他走过的路，想去所有他战斗过的地方。虽然晕车晕得很难受，但我还是要坚持。再往前面走一点，车就走不了了，全靠我们走，是吧？今天你能不能坚持走到那界碑那面？啊？你好，好，行。临近中午的时候，巡逻车停了下来，前面没有通车的路了。
这条崎岖的山路蜿蜒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从海拔4700米一直延伸到海拔5300米的丁卡山口。丁卡山口是中国和尼泊尔之间一个互通往来的重要山口，从事民间商贸活动的很多边民都会从那里经过。刚出发时，吴杰琼还有些兴奋。我已经感觉我很不容易了，腿不软，现在我说明天腿就长肌肉了，明天大腿长肌肉。累不累？不累，我可以坚持。然而才走了几百米，吴杰琼身上就出现了高原反应的症状。胸口疼。手不上过那么高吗？之前没有。但之前最多就到我家那边3000多米。好，我好了。好，你这还反应挺快的。可以了，咱们走吧。真没想到，在海拔接近5000米的地方，战士们居然可以走得这么快。这大概是他们已经适应高原环境，加上平时训练的缘故吧。其实，能不能想象的，小龙跟你说的，怎么样？没有，他因为一直说是，都说是老是下雪，我能想象到是路上有雪，但是没想过有这样的路。说是巡逻路，其实很多地方是没有路的，官兵们一直沿着凹凸嶙峋的乱石往上走。吴杰琼的喘气声也越来越重，他落在了整个队伍的最后面，但有刘晓东在身边陪着，吴杰琼虽然感觉身体很难受，心里却是甜甜的。我想陪着你。为什么我帮你？因为能跟你在一起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想走一次你走过的路，虽然艰辛，但是我觉得经过这以后，咱俩的感情会更坚定。咱们要快点，不然耽误行程，懂吗？我可以的。我知道，拉特正在忍受着他从未忍受过的心理极限。我也知道他正在咬牙坚持。真不知道他能撑到什么时候。让我躺一下。别躺。躺一下。不然不平的地方都能睡着，一躺下就觉得腿好麻呀，感觉是别人的腿。我听说，这样什么训练是吧？训练员说训的，直接在土上面直接一躺就可以睡着，就是咋可能哪有那么大的瞌睡的？现在相信了，相信了，完全相信。我体验过之后，我觉得这条巡逻路多么不容易啊！哎，还有比这更艰险的。过去经常听小东讲，边防巡逻是怎样的艰辛，而今天亲身经历了，才知道这种艰辛是一种多么实在的感觉。他是腿想迈却迈不开的沉重，是每呼吸一次胸口就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是走了好长好长的路，而前面的路却更长的绝望。我感觉那些战士太不容易了，我感觉身体难受是一部分，但是我感觉最重要的还是要靠坚持下去的信念。我相信能跟战友，能陪战友们一起走完。海拔5000多米的巡逻路是军嫂吴杰琼从未挑战过的极限，
他还能否坚持到终点？在爱人戍守的边防线上，他又收获了怎样的感动？军事纪实正在播出六集系列片《极地兵歌》第二集《我的高原婚礼》。在海拔5000米的高度连续上坡，别说吴杰琼了，就是官兵们也有走不动的时候。在一个大上坡之后，队伍要停下来休整一下。那里面是不是有些战士第一次走这个路？第一次，有的是第一次。那对他们来说是挑战。这个表现能走上去，真的万万没有想到。看到他们被高原的风雪烈日锻炼出来的黝黑粗糙的皮肤，我的心里突然感觉酸酸的。这条路也许这辈子我只会走这么一次，可在他们几年的戍边岁月里，这条路他们三天两头就会走，无论是狂风还是大雪。我现在最希望的是，要是这条路能平坦一点，那些战士就更好，对，好走了。因为他们年龄也很都不大，如果他们的父母看见他们这样，肯定也会心疼。对，一个个真苦啊。你怎么哭了？是不是感觉战士都不容易是吧？他们年纪这么小，但是因为这身军装，我感觉太辛苦了。还有责任。我相信他们现在能征服这么多，在以后不当兵了以后，肯定收获也很大。对，也能征服其他的困难。对。来到边防连队，短短的三天中，吴杰琼已经记不得流过多少次眼泪了。这里的一切都在时时刻刻的感动着他。我一直都跟他这样说，以后生男孩一定要当兵，女孩也要嫁军人，这是我的梦想。当兵虽然辛苦，但是也是一种荣誉。对。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虽然已经深深体会到巡逻的艰辛，可是看着身边这些可爱的战士，黝黑的面庞满是灿烂的阳光，我觉得身为男儿就应该这样。以后我的儿子也要像他们一样坚毅、刚强、有担当。整个洛阳那一慕容哦别前继兄拉真言。这首藏族歌曲的名字叫我们好好爱。在认识小东之前，我就学会了他。认识他之后，特别是跟着他来到了西藏之后，我才知道过去那么认真的学习这首歌，就是为了在阿里高原的蓝天白云下唱给他听。乐路别切啦穷用咋啦切用那你娘的钟。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吧。继续前进，巡逻队伍即将到达海拔5300米的中尼边境1号戒备。这是我从来没有到过的高度，也是我从来没有挑战过的生理和心理极限。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胸口疼得像是要炸掉，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在说，别走了，就在这儿等着他们回来吧。可我还是在坚持。如果说一开始小东是我前行的动力，那么此时此刻看着我身边的这些年轻战士，我感到我迈出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定。一二，加油，优雪。
徒步走了将近六个小时，吴杰琼早已累得精疲力尽，但他一直都在咬牙坚持着，一步一步向前，一号界碑也终于远远地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中。你看，看见没？看见了。界碑。那里对吗？啊，旁边是金帆，还有一号界碑。马上到。还有这里，一段距离了。哎呦！哎，你慢。这是刘晓东他们这些边防军人常走的巡逻路，而这一天，刚刚成为边防军嫂的吴杰琼也要走上来。但是，快要到一号界碑的这段路却十分危险。这一片是在一个属于背阴的地方，所以一直都有积雪，而且时间长了之后，这个积雪都被冻成了冰了，特别滑，是在一个斜面上面。所以每次这样战士们巡逻从这儿过的时候，前面都需要有一个人拿着工兵锹开路，然后大家再踩着第一个人挖的坑，包括前面人的脚印才能过去。我的天哪，这该踩哪儿啊？踩不稳呀，这个地方。尽管大家格外小心，但一名战士还是没有踩稳，滑了下去。而拉着他的正是吴杰琼。哎，小心点！这边拉住。来，拉出来，走吧。踩稳。这一次吴杰琼帮上了大忙，虽然自己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但他仍然是死死地拉住了滑下去的战士。有惊无险地过了这片积雪区域，小心！跟着巡逻官兵，吴杰琼也将很快实现沿着边防巡逻路到达界碑的愿望。从早晨九点出发，用了将近七个小时的时间，吴杰琼终于和边防官兵们一起到达了这次巡逻的终点——丁卡山口的中尼一号界碑。我是一名边防军人，我是一名边防军嫂，我宣誓，我会立起边防军人的样子。那一刻的我精疲力尽，这一趟巡逻路让我完成了从一名军嫂到一名真正军嫂的蜕变。我深深地明白，祖国漫长的边防线，广袤的土地需要这样一份安宁。以后小东守着边防，我守着小东，我想无论在婚礼上还是在巡逻路上，我说的那些话都算数，在以后和以后的以后。跟他好了之后，我不仅是他的女朋友，那我更多了一个身份，就是军嫂。所以我感觉作为军嫂的话，应该比一般人要思想觉悟要高。我感觉爱情的付出，因为没有说是两个人的付出都是平等的，总会有一个人会多一些。因为他工作比较特殊，我觉得我宁愿做那个付出多一点的人。以后生男孩一定要当兵，女孩也要嫁军人。从今天开始，我会比以前更爱他，更加支持他。以后他走到哪里，我就陪他到哪里。为了爱情，吴杰琼放弃了工作，来到阿里。在亲密爱人戍守的边防线上，他不仅收获了一个别样的婚礼，也更加感受到了边防军人的艰辛与博大情怀。
和军人拥有的一份美好爱情，让他成为了一名军嫂，而军嫂特有的胸怀也会让他鼓足勇气，走出另外一片属于自己的美好天地。